呢度在座各位民主派嘅议员有边位唔系食人血馒头入到嚟噶？你所得嘅议席、所得嘅票数，全部都系食人血馒头消费手足而嚟嘅。即系我而家谴责你咁样处理，我哋指责你哋。我哋建制议员抗议离场。喂，沙田區議員，你唔好喐啊！你喺度犯緊法，襲擊警察。我是住警察宿舍的，有一晚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宿舍那里就有人说要去，我先生的同事他家里就被人打烂了，那些人在街就掉一些砖去掉烂了玻璃。现在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们？我们警方是清正之称，但你一些胡乱抹黑、恶语重伤为警队，不好意思，恕难接受。各位议员，首先要核实，有需要的时间请问警方求证，对虚假和煽动仇恨的消息应该是加以澄清。如果他这样讲，我觉得是不恰当。区议员他无论崇拜哪边，你喜欢哪边，你都是要做区议员，要做回你区议员的工作。他们都还是在我发言期间是不停喧哗叫嚣啊，影响我们发言啊。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做法係好冇品咯。張文龍副主席咧，就喺中午休會，去將佢手頭上嘅嗰支白色嘅花咧，就係掉落去我同埋梁家銘議員之間嘅嗰張台嘅位置。喺掉嘅時候咧，仲係掉到我個膊頭嘅。全港251個投票站，有一半係區議員辦事處。其他包括黃店、街站等。一堆政府的地方去做一個商業的行為，另外有些就是甚至乎用區議會的撥款去做一個叫做有政治色彩的一些商業的活動。咁呢種情況我哋都認為是違反了議員的公權力。他们只是懂得去谴责警察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是他们去纵容到这些暴徒，更加无法无天，更加胡作非为呢？究竟他们想怎样呢？今天还不跟暴徒割席，他们就真是议会里面的暴徒。區議會講民生講政治，仲喺度搞搞震，每一個人都係講民生講政治。我不希望區議會是一個政治掛帥，希望就係話做好民生事項，係為社會、為我哋嘅居民嘅最大福祉，呢個係。